在我细汉的时第一遍参加考试，考幼稚园就考不掉。为什么呢？我要一记所课的内容。老师给我看一张图，图顶画两个人，头前一个是挂乌目镜，穿一个包袱仔，干那在逃走。后面一个是警察，嘛在走。老师问我讲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就讲是查那俩警察，结果我就考不掉，大家拢甲我笑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不只是幼稚园安尼考不掉，在人生学佛的道路上，我时常安尼考不掉，因为咱的贪嗔痴慢疑种种无好的心念，就亲像贼仔。咱本来应该用觉性、用慈戒心去行福音，但是思想拢颠倒变，变成贼仔掠警察。咱心中迄个警觉的觉性警察，拢颠倒去互贼仔掠去，对贼仔服服从，所以才会犯戒。如果弄安尼，查了俩警察，结果就会连幼稚园都考不掉。何况讲个修行成佛的大代志呢？我曾经遇到一挂病人，因大家可以讲是教我戒律真重要的菩萨。而且我可以举出一个例来甲大家讲，为戒律，咱看到虽然会照安尼去做，但是不见得会了解伊内面真深佮真长的影响。譬如讲，伫八关斋戒内面有一条戒叫做“不向花盘庄严其身”，这是教咱卖用香水、香皂。卖抹香粉、化妆品，卖化妆打扮，用一挂装饰品。对这条戒律，有的人伊感觉讲，这足无必要诶。伊讲，咱佛教界大家拢穿甲乌噜噜，看着心情足歹。我原来会接受这条戒律，是认为讲，佛可能是欲叫咱开发咱真实。一对在比，唔免靠外表的化妆。反正水的人唔免化妆嘛真水，歹的人佮靠化妆嘛袂水。古早的文人有真侪形容词，形容美人。其中上悬的一个形容，就是讲粗服乱头，不按个性。粗服就是穿真粗的衫，乱头就是头毛乱糟糟，拢无乱。不按个性，就是嘛袂当甲伊的美色藏起来。意思就是讲，真正水的人，唔免化妆，穿真歹衫，头毛乱七八糟，嘛袂甲伊的美色暗藏起来。这就是叫做真正水。上介水，我原来家己是想讲，佛要叫咱卖化妆，就是叫咱做这种上介水，替咱实力会水出来，替咱德行庄严会水出来，替咱上好的内在美出来。这是我原来看到这条戒律的浅见。一直到我拄着一位患者以后，才知影这条戒律有进一步的意义。我有一位患者，是一位大约过六十岁的欧巴桑，伊的癌是侵犯着肺和骨头，所以有一天，伊由眠床爬起来，手托伫眠床时，忽然间手骨就断去啊。伊就来阮的病院做放射治疗。伊在做放射治疗中间，我劝伊念佛，
伊就真欢喜，恭敬接受。伊知影讲，家己的病情已经真严重，必须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伊嘛，逐天真认真地念佛，而且伊阁甲临终的大师交代予我，叫我一定爱帮伊助念，帮助伊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位欧巴桑人真慈祥，真好。伊阁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伊自少年就真爱水，平常真注意家己的外貌、服装，甚至一直便宜做放射治疗时，必由楼顶落去地下室做放射治疗。伊嘛爱提一个镜，照来照去，化妆真久，洗头洗真久。过提镜，头前照一个，后壁照一个，照来照去，打扮甲真精致。本来打扮精致，予大家人看了真欢喜，这嘛毋是甚物不好诶代志。但是这个习惯，伫伊临终时发生了甚物影响呢？这实在是使我料想不到诶，因为伊既然要求我。在临病床时一定要帮助伊助念，但是以前关了病院，病房内面是不可能予人伫遐助念八点钟，所以我含伊参详好，得到伊的同意，得先甲伊转院，转去佛教护体病院，然后我下班以后才去遐照顾伊，去看伊。我这段时间伊昏迷不醒，当我去看伊时，我直接去念阿弥陀佛，伊就昏迷昏迷，嘴嘛可以念佛，伊一直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惊惊，无进来去袂使啊。但是伊后来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念来变作阿弥陀。昏昏就是半昏的昏，说两声是安尼。我甲伊提醒讲，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家拢含阿弥陀佛同款，金色庄严，唔免半昏。伊则个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但是后来过两声，阿弥陀佛，佛就是差佛佛。伊在念这句时，手搁做伫头插花的动作，甚至念佛中间忽然间搁讲：“啊，我不穿鞋。”我得劝伊讲：“西方极乐世界，唔禁为题真清净，不需要穿鞋，你安心念佛。”伊在种种的情形，使我深深体会到。原来咱的习气、习惯、种种的经济，在咱临终时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一个人一平常对佛的注重较少，对外表抹粉擦花的注重较侪。当然，在临终时，就是粉的感应力较强，念佛念一个，就会掺一挂抹粉出来。咱想看卖咧，平常那是一位真爱水的小姐，到底你是送伊一尊佛像给伊，伊感觉较贵重，也是送伊一块世界名牌的化妆品给伊，伊感觉较喜欢呢？有这件代志，我了解到，咱平常注重的代志，咱平常的习惯习气。对咱临终有真大的影响，因为这位幻觉菩萨慈悲的示现教导，以临终种种的行为，才教我这条戒律的重要性。对迄阵开始，虽然在家菩萨界只有规定六斋日持八关斋戒，但是自迄阵开始。我都无兴趣，搁照行。
尽量每一天都修持这条不向花瓣庄严其心一概。六道轮回是真艰苦的。咱临命终的时，那是去乎一颗粉、一蕊花、一领水衫引诱去，敢是真无彩呢？我体会到，如果一件代志，伫我有力佮健康时，就无法度去放下。到临命终无力佮艰苦时，敢有办法去放下？这位还家菩萨嘛帮助我了解，原来佛的戒律每一条都是真正要帮助咱脱离六道轮回痛苦的，每一条都是绝对有必要去实行的。无去实行的人，在临终时一定会吃大亏。平时持戒，就是帮助咱放下含佛无相应的心念行为，虽然未予迄种心念拖起意意识，念佛才会当专心含佛相应，临终则未有无必要的障碍。咱若是平常时，拢要坚持咱家己的观念思想，拢毋肯照佛讲的来调整自己、修改自己。安尼临终时，嘛真容易和家己的观念啦、习惯啦放掉嘞，无法度和解脱自在，无法度和一心两。观无量寿佛经甲咱讲，如果要往生西方，必须爱修三种的福。其中第二种就是持戒的福，可是持戒使咱有福报，通好一心念佛。咱若是时常犯戒，就会损掉这份福报，就会障碍这份福报。结果会使家己无福报和一心念佛，一定中间会出现一个机制障碍。咱详细检讨遐障碍由倒位来呢？这是由咱平时含戒律无合的心念行为来。所以咱若是爱有福报，谈何顺利往生西方？就爱好好修持戒的福。持戒人表面上看起来，可能是亲像戆呆，或者是看起来真呆板。在大家争名夺利的时代，伊偏偏伫遐咧乞丐，敢那真容易吃亏。但是事实上，拄拄好相反，因为真正乞丐人内心会贪心、受气、固执、骄慢，种种烦恼的本色较少。所以以本性的光明和本性的福报都容易开发显现出来，连鬼神看了都真尊敬的好奇，可能他去到哪位都会真顺利，他的福报会来得足自然，不用和人去争名夺利，也不用用不好的手段去争取，也毋免去想规大堆无好的计谋，嘛毋免打拼个足辛苦，福报自然的显现出来。而且，伊如果有真实的慈悲心持戒，会晓爱护人的人，别人一定会爱护伊；会晓尊敬人的人，
别人也会尊敬伊。所以伊去到各位，人缘就真好，做缘就真济。这并唔免用虾米不好的手段去争取，嘛唔免遐尼辛苦疲劳去缓解。咱搁再讲，缓解的人表面上看起来，伊时间敢那是较方便、较占便宜的型，但是缓解本身，就会使讲是一种的污泥，所以等于是家己摕了六块梅。去擦地家己佛性佛珠的顶面。当然佛珠的光明就显不出来。本性里面的佛宝光明拢和家己的污泥障碍掉了，显现不出来。不管伊是外高怕算外有计谋，可能是伊去买地拄好买完就会落价。费一大堆的力，结果是会了大钱。用真侪心机想要骗人和人做生意，可能到尾是去哄倒倒去。所以讲，自以为聪明去缓解人，伊用了真侪计谋技术，达了真侪妄想，用真侪脑筋，结果可能是颠倒，甲本来有的福报拢障碍掉嘞，反倒等来不如世界迄款古代福报较自然，过着内心真实快乐的生活。咱爱了解，如果咱过着不幸，已经是真歹运。做事拢袂顺利，这就是伫真无福报的状态啊。这种时阵，应该是爱发好心，遵守戒律，用清净心积德修福，来增加福报。如果伫无福报歹运的时，佮想要用缓解的方法，想要得到福报利益。保证真紧就会愈较歹运，愈较不幸。如果伫咱真无福报、真衰运、真无顺利时，咱会当回光返照，用世界即种的清洁剂，甲咱家己内心的涂刷粉啊洗掉，安尼咱佛性宝珠本来有的福报，就会当。显现出来，所以世界不但是生活的根本，也是福报的根本。福报并不需要去外面向别人求，或者用真侪计谋来去争取。福报是咱本来佛性的有的，爱向家己的内心去求。咱的内心如果有公平的原则，就会有福报。咱若不时会当用世界的清洁剂，把咱的垃圾洗清去，咱福报的公平不时拢会当显现出来。而且一个会当世界人，佛菩萨拢真欢喜，连天顶的天人拢会恭敬。鬼神嘛，拢会暗中来保护，亲像在家的五戒，像这五条的戒律，如果会当持任何的一条，自自然然得有各位的护法神随时的保护。不过一旦犯戒，护法神就会走了了。这种的代志，自古以来。拢有真济个感应，所以伫佛经顶面形容戒律叫做如意宝珠。佛经嘛讲戒律亲像是真宝镜，咱由戒文内面可以了解到佛菩萨个心地含行为。
有的人以口头上是讲要合婚、要念婚，但是伊却反对戒律，认为乞丐是无必要的。咱爱知影，戒律其实就是婚的实际行为和尊心精神。如果咱讲要合婚，佮无爱学婚的精神和实际的行为，安尼合婚是要合什么呢？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上主要两个条件就是信和愿。咱念佛的功夫是深也是浅，只不过是决定咱的品位利益。被往生被往生，含咱念佛是念几句，念佛的年资是几年，这拢无什么关系。所以咱必须爱时常检讨、时常反省的，就是咱家己的信心甲愿力。有信心才会当产生力量。净土宗的祖师敖益大师，伊讲弥陀要解时，有讲着一句话：信愿为慧行。慧就是智慧之字，慧慧行就是智慧的功行。信心是智慧的功行，愿嘛是智慧的功行。敖益大师是教咱念佛求生西方，必须爱有信和愿。其实咱世界嘛是同款，爱有信和愿。信是由智慧产生的功行。咱用譬如来讲，如果今仔日桌顶有一粒苹果，是你会当看到的。我甲你讲，桌顶有苹果，你一看就看到。这种情形当然就无必要用到信这种的定律，因为这是眼前就可以看到的。如果我是甲你讲，冰箱内面有苹果，因为咱的目睭未当透过冰箱来看，所以冰箱内面的物件无拍开看是未当真正知影的。你听我讲，冰箱内面有苹果时，就会牵连到信的问题。如果虽然你无看到，但是你一听就认为讲一定是有的，你无拍开冰箱，心内就知影一定有，这就是信心的力量。对一件还未看到、还未完全了解体会的事，你可以真正知影一定有，这就用到智慧的力量，用到信这个功能。虽然这只是一点的信心，但是必须要真深了解信心的基础。个另外一种情形，就是我跟你讲，冰箱内面有苹果，你听了心内并不认为讲一定有，是认为讲，你安尼讲，唔知有啊无？想讲，你敢有搞骗？这就是有怀疑，有怀疑就是无信。当咱听闻佛所讲的话时，虽然咱的听度不够，并不是亲自看到佛的境界，嘛未当完全了解佛所讲的义理。但是咱来当肯定，佛讲的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真的。这就是用的信的力量。这份信的力量是对于倒位来呢？这份力量其实是由咱佛性的智慧产生的，才可以使咱肯定一件超过
咱所看程度的代志。所以讲，信是智慧的共性。咱会相信，未去怀疑的代志和道理，就是咱的心和伊有相应。佛所讲话，咱若是真正相信，就是咱的心甲佛有相应。